组的赛事为您进行倒次介绍。第二道罗东国中，第三道惠登中学，第四道文化国中，第五道中华国中，第七道三星国中，第八道江西国中。鸣枪出发，选手加油！现在在竞赛场地上正在进行比赛的是国男四乘一百公尺接力预赛第一组的赛事，罗东国中、惠登中学、文化国中、中华国中、三星国中以及江西国中，选手们加油！进入最后一棒，目前占据领先的是第二道的罗东国中。中华国中、惠登中学、江西国中、三星国中、文化国中，选手加油。领先参考成绩45秒91。要进行的是国男四乘一百公尺接力预赛第二组的赛事，为您进行倒次介绍。第二道国华国中，第三道头城国中，第四道复兴国中，第六道新中国中，第七道苏澳国中。鸣枪出发，选手加油！在竞赛场地上正在激烈进行比赛的是国男四乘一百公尺接力预赛的第二组，参赛的队伍有国华国中、头城国中、复兴国中、新中国中以及苏澳国中，选手加油！进入最后一棒一百公尺，目前占据领先的是复兴国中。苏澳国中、国华国中。领先参考成绩45秒46。